红叔，你和陶硕认识多久了？只有几面之缘罢了。她是神医凤锦月的师妹，自愿来到御药阁修炼，本王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天下那么多药阁，她怎么就偏偏来皇叔这里呢？本王对御药阁好歹也是南诏国数一数二的，总觉得那个陶硕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叶王殿下，你迟早会因为你对白潇潇的照顾而失去他。等你知道收徒大会真正的用意之后，怕是连肠子都会悔青了吧。从正午到现在已经快等一个时辰了，送邀请函的人怎么还没出现？陶叔儿不会给我的假地址吧？不过若是他恨我，还给我这个护身符做什么？我的护身符，前面的居然敢偷我的东西，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人呢？那个小乞丐怎么不见了？你好，请问你有看到一个小乞丐从这里跑过去吗？他偷了我东西。他往左边走了，不过他落下了东西。你要找的就是这个吧？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人，这颜值简直可以跟皇叔相提并论了。这是你的东西？是的是的，感谢帅哥出手帮助，敢问尊姓大名？你想做我的徒弟，却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吗？您不会就是神医凤锦月吧？正是在下。啊，这可怎么办，我刚刚还称呼他帅哥，真是太失态了。那个，请无视刚才的失态，小女子白潇潇希望能成为您的徒弟。那你能否接受师生恋？您说什么？本尊问你能否接受师生恋。竟然不是幻听，他一定是在考验我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觉得嘛，师生恋什么的会不会有点不太好，和学生恋爱之后老师就没办法公平公正地对待学生。小心。这到底是什么故事走向啊？凤锦月，放开他。叶九晨，你来做什么？你再不放手，本王就把你的双手给废了。皇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还要求神医治疗身上的热毒，结果一上来就冲神医发火，这样的态度人家怎么肯帮皇叔治疗啊？等等，皇叔你误会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凤锦月，这次姑且算了，如果你敢对白潇潇不轨，本王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靠，皇叔这是疯了吗？这么狂拽酷炫掉，日后迟早被热毒给毒死。对不起啊神医，皇叔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，您千万不要见怪啊。你想让本尊治疗叶王身上的热毒是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本尊讨厌他，绝不会出手相救。不过如果是本尊的徒弟为他求情，倒还有商量的余地。神医的意思是努力在收徒大会上得到第一，然后成为本尊的徒弟，这样本尊就能如你所愿将叶王身上的热毒清除。一言为定，神医就等着我大显身手吧，我这就去做准备，先告辞了。